原标题：天津大港，天空突现，金龙游弋，忽隐忽现，惊呆众人。2019年6月30日，天津大港，天空突现，金龙游弋，忽隐忽现，惊呆众人。据记载，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异动物，为灵虫师长，常用来象征祥瑞，是汉族等东亚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之一。王金凤民生公稿平台发有学者认为，龙的原型来自春天折雷闪电的沟渠之状，蠢动的冬虫，沟渠萌生的草木，三月始现的雨后彩虹等。其中红是龙的最直接的原型，因为红有美丽，具体的可视形象。民生公稿平台发龙图腾形成的时间可以上溯到上古伏羲时代。史书记载，华夏始祖伏羲曾在黄河一带目睹了一只龙首马身的异兽，有感而发，于是发明了八卦，并且从此以龙作为部落标记，号称龙师。伏羲部落中的官员均以龙命名，有号应乾龙氏、大平居龙氏、混沌降龙氏、殷康土龙氏、李陆水龙氏，整个伏羲部落就是一个龙氏的国度。民生公稿平台发在中华龙文化，龙的传说蕴含着中国人所重视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，仁者爱人互主体观的诉求，阴阳交合的发展观，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观。中国龙文化内涵丰富，宗教龙即把龙当作圣物或神灵来崇拜，把龙视为主宰雨水之神或保护神等。政治龙是统治阶级利用人们普遍崇拜龙的心理，把帝王说成是龙神的化身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用以维护统治。民生公稿平台发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